鼻都鼻子磨蹭鼻子，哦，鼻子哦，好近哦。脸越靠越近，差点就吻了上去。男神彭于晏在新电影当中留着络腮胡，记者会上胡子刮干净了，要和女星江疏影两人轻轻磨鼻子，梦幻玩鼻冬。接下来是进阶版唇冬。比壁咚还要厉害，要让人脸红心跳加速就要靠这一招。而不止彭于晏含情脉脉演壁咚，就连台湾偶像剧壁咚也是大绝招。台中要笑啊，好，一二三，背脊微弯，鼻尖对碰，林佑威瞬间好害羞，不像壁咚那么霸道直接，壁咚可是男女通用，而且超可爱。还有韩剧《任意依恋》，超萌身高差，秀智仰头45度角，甜甜的笑容靠向男主角，眼神超放电，金宇彬反倒闭着双眼，互动腼腆，摸摸鼻子俏皮害羞。偶像剧鼻冬热潮也让粉丝直呼未免也太浪漫了吧。记者谢耀真、罗一景台北报道。